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可以称她为女人，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。因此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既然如此，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体的了。所以，神配合的，人不可分开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。Look at the face. I've been the prodigal. Made for your house, but I walked my own road. Then Jesus came and tore down my prison walls. Death came.家庭当中所有不容易的事情，最好的解方就是爱。真正的彼此相爱，能够使你们两个相处得很快乐。婚姻是神常常用来训练他圣徒的。林金坑弟兄，你愿意娶蔡孟馨姐妹做你的妻子，在一生中，不论她是富有或是贫穷，健康或是疾病，有像现在的美貌或是失去她的美貌，你都愿意爱她、保护她、看顾她，并且对她忠实吗？我愿意。好，其次我要问孟馨姐妹，蔡孟馨姐妹，你愿意嫁林金坑弟兄作为你的丈夫，在一生中，不论他是富有或是贫穷，健康或是疾病，像现在这么英俊，他今天也是很英俊啊，或是不再英俊，你都愿意爱他、敬重他、看顾他，并且对他忠实吗？我愿意。